大家好，我们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的时候，如果你开很多课，学生如果回应交作业，都会传 email 给你。哇，你会收到一大堆 email，那怎么搞定呢？请点选左边三条线，在 Google 最下面这里，最下面这里有个设定，在这里点一下，点起来以后呢，就在这里预设呢，它为什么？学生交个作业就 email 通知你，你可以把这功能取消。对，取消就是我不要收 email，要我自己看就好，不用再这样通知我。哎，这样就搞定了，你看见吗？这样就很方便，就不会收到一大堆 email。我要看的时候，我自己上线再去看就好，就把这个人关闭就可以了。来，就在三条线最下面的地方叫做设定。